佢最近好似呢隻鏡有啲問題，佢成日都無啦啦彈咗出嚟，希望冇事嘅，今次。但係佢間公司又好嘅，即係如果你彈咗出嚟咧，佢會即係退翻俾你嘅，你嗰啲金啊嗰啲。佢呢個幾好嘅，我之前玩 Magic Online 都成日試過，佢都會退俾你。呢、这個佢我哋之前試過嘅呢張麻麻地，我考慮緊要唔要。其次 Pat 米幾好呢兩張嘅兩張麻麻地，我都係要呢、这個。其實上次可能我唔好識用，佢話有個 Creature Type 啦，跟住其他唔係就減三減三。即係例如我有 Angel，我其實可以揀 Warrior，佢唔會減三減三。可能係我唔係好識用啫，呢啲都唔係話必須咯。其次 Pet 位咯，如果揀 Pet 位可能會有另外一個情況，但我認為我哋可以試下。第二張。喺呢度嚟講，頭先如果有兩張可能好啲咯，但係藍白真係麻麻地。Draw 呢個都有啲機會，呢、這個我哋暫時未肯定係咪紅白。其實最勁應該攞個 removal 嘅，因為呢張佢紅綠其實限制咗呢個顏色。或者 Lost Node 啊，Lost Node 可以測試下，如果我第一 pair 淨係 Lost Node 會點？我從來都未試過。呢張必須，其實可以試下呢、這個嘅，呢、這個都唔錯。同埋黑落都砌到嘅，呢 pair。removal 呢張都 OK，但呢張唔錯，同我哋紅綠嗰個 plan 有少少關係。呢個都 OK 啦。removal 比較重要。亦都要話俾對手聽，我哋一齊黑色，唔係對手，即係我哋下一家咧。因為我哋 pick 呢黑色其實唔夠得兩張，如果佢見到呢張，可能我哋會 pick 黑色，咁我哋會有啲麻煩。我諗會 Horizon Seeker 呢三張都 OK，呢張都 OK 嘅，我哋呢啲都 OK。Horizon Seeker 可以我哋砌到紅綠或者紅黑。Horizon Seeker。Hawk 咯，或者呢張，即係 Snow Day。我傾向於快王。呢張唔代表話白色係 OK 咯，因為你目前都未見到任何白色嘅鏡卡。除咗嗰張，斑年糕，但係斑年糕嘅問題係佢係投咗幾匹，投咗幾匹嚟，佢唔可以證明係一個星。好，我落嚟做。啲二房我哋會有白色。但呢張都有用，少少啦，我會。
佢第二個 plan 應該有符合。Rings 都唔錯，我諗有機會係紅盒。直情紅盒，呢個遲啲都會攞到，佢技術唔差呢個。盡量 pick 啲綠色嘅地咧，有機會睇下做唔做到。即係加綠色落去，如果冇又唔屌嘅啫，冇乜所謂。佢而家根據呢啲顏色，應該紅色會比較穩陣啲。我不會因為這樣而砌白色，因為它不是強到你可以轉白色。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東西平衡，這兩張我們都不是說必須。正路其實正路都會平衡這張，因為我們紅衡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平衡，這兩張我都不需要。佢都唔係啲咩色路嗰啲，其實可以逼幾張。尤其是如果你係玩真，真係 table top 嘅，你唔想佢有一張好勁嘅卡，唔想對手有一張好勁嘅卡，可能就逼幾張。佢唔係好勁，但係佢因為佢如果係 cleric 咧，跟黑色嗰張就每次零四嗰張好麻煩下咯，每次攞四條命。搞你呢 pack 我哋攞個會。如果報很重要的話，我們可能是這個紅黑的 circle 就每張都不差，我想會拿多一張會不報，儲夠四張先去其他生物自己再拼。呢張或者呢張，呢張我哋有機會攞得翻。呢張或者呢張，呢張啦。我哋如果攞 rings 都 OK 嘅 ，rings 都唔錯。reinforcement 就兩隻字音。如果攞啲 rings 嗰啲就可以嘅，即係嗰啲 equipment 係要啊，係要開紅色。剛才那張一個 mana 我張 equipment 同埋 wings 都係啱用嘅。另外就呢張或者呢張，我可能呢張做張卡。reinforce 我哋兩張我覺得差，當然有三張都 OK， 我都會考慮。會攞一個屋嘅，四個 man 啦，我哋其實研究屋主要係我可能會有落幾張，因為佢係 drives， 但係機會都唔大，因為我哋紅黑係冇 planes 冇個 shape shifter 出到嘅機會細，如果我有其他 remove 嘅話，我直情。而家落多啲兩個 mana 以下啲生物，呢張其他我哋唔要，呢張雖然好勁，但係唔適合我哋。温暖膜，張。
family 嗰只呢張，呢張同個 boss 佢話係，可能會講呢張都 OK， 但係我想要一個攞得翻呢個係好事。没什么好逼，扣完一张卡，就是这个，这个我们不会用，这些全部都麻麻的，我们都不够，就有人出这张，直接拿张 wear，攞張 wear， 但係張 wear 又冇用，我哋 remove 好夠，張 wear 如果係真卡嘅可能我張都冇乜用，唔需要，寧願攞只攞只 Rangers， 或者 pick 咯，攞張 pick 都得，攞張 pick 啦。我們不夠 snow， 只有一個，壁和這個是可以放一些 room 的，這個可能我用，有張 Demon 我應該會執到張這兩張，沒有不再了，攞咗張呢啲 ，snow 同我哋應該徹底冇關，佢唔需要 snow， 冇 snow 嘅，好 ，let's go， 中意啲嘢，反而要多啲兩個 man 啦，以下都需要多啲，其他我哋都齊，集中 pick 兩個 man 啦，以下嘅。我哋有一個 pick， 有一個 help， 有 run and walk， 仲埋有呢啲都夠唔使，呢個我哋都應該上唔住。有冇 snow 啊 ？snow 嘅嘢，多咗。將 snow 咯，好用。如果啲實體卡係話，可能我購買咗張呢啲，感覺上啲。乜嘢啊？咁啱喎。呢個都 OK 嘅。Touch 可以同我哋某啲嘢有感覺，可能會抽到嗰只五色嗰只，叫做咩話？
冇乜兩個 friend 啦。但好多三個 friend。呢啲可以當三個 friend。都夠玩。我真的要慎重考慮要不要你追。Crippling Fear 就佢唔係話真係好勁到你一定要結果冇攞到 ring。冇攞到 rings 嘅，都唔緊要啦，唔需要，夠快得噶，唔使快。Careful death。呢啲係加大嘅十蚊。我唔要 Death Touch， 我都冇嗰張丟一個 damage 嗰張 boost， 都唔要 Death Touch， 要呢個啦，加呢個 remove 我哋有四張，咁我唔要 scratch， 因為唔係咁出，四張換換，再打下連斬。頭嗰幾個turn就係呢五張，然之後會出好多嘅傷害。咁呢度係九張一至三咁樣。呢個其實可以當三咁樣，因為第二個turn有機會上到，即係十二張嘅。咁而出到呢啲之後，就靠我哋嘅 room 啊、逼間呢啲攻擊咯。Run Amok， Run Amok 兩張都唔係咁誇張，呢個 speed 佢要唔要好嘅地方？我寧願 Run Amok， 我覺得好似好過個 speed， 但係 speed 咧佢可以令佢加一加二啊，好似好勁。因為我少少一張温能浪，呢個最少。咁我有一，而家我哋攻擊方面有一、三、四 ，remove 有一、二、三、四，咁呢張就唔要。張唔要。主要攻擊算，佢唔需要特別將佢攞翻上手，反而係呢啲個數量唔多。佢嗱呢啲足近呢啲多咧，就唔使啦咁多先，唔使啦攞翻上手。感覺唔錯咯，咁樣組合。Giants 其實我想要，因為有 pick 啦，有機會出到呢扎嘢。可能我唔記得個 percentage， 因為佢就 pace 咧，其實佢得三二嗰啲文水，佢個能力麻麻地。雖然你話加咗之後可以增大，但係我寧願嗰兩隻二一好過一隻三二。跟住呢地應該 OK 嘅，我哋冇 snow 喎。冇嘢需要 snow， 咁唔要 snow 地，費事佢有個張咩令到 snow 地，即係入場要 tap 麻煩。好啦，呢個就係我哋嘅紅黑，大
但唔係太佛上教嘅。Attention 呢個啊，第三個單位放啫。我出咗呢個，唔知佢出咩？射咗彈，有啲後悔就逼佢，都係放落去。而家係等 run 啊，冇。如果能挡，挡，挡唔死，手上有啲嘢，睇下有冇啲咩挡。佢应该有啲嘢嘅手上，可能救佢嗰啲，唔知咩。我將人可以打死，佢兩隻二三，我一隻三二，兩隻三二打，我出埋分啦，都係擋唔到。可以打死，呢隻留翻。
就我唔打隻先，打隻先。佢挡咗二二，咪之后放落呢度。其实我都有着数。佢挡咗二三就，其实冇分别，佢都系冇咗只二。其实冇分别，系我只二一换咗只跟住我哋快喎，快喎，點搞查？下個槍就放落呢度，睇下先。佢就要有啲嘢令到佢加大嘅，如果唔係就會死。弹杀双手，帮我们做个卡，我将诶，我将咩猫条？弹杀双手，我想出翻嗰只。我等光南望佢，我要等其他卡佢而家冇咁快，因為佢有隻四五，又係，佢咪重複，係啊，又你呢張佢應該都忍住先，有緊藍魔就打了。佢呢張應該都係地嚟。咦？開打到你。我估係地㗎，係。打我估係地。不需要搞，我有全部死。没看到，不需要搞。因为我是不是这个？这个是鬼房的，这是。我不会有一张来对。因為佢知我有呢張咧，會保留一張地嘅 discount。佢 play 得呢張去肯定嗰張，應該都係咁。總之佢有一張嘅地啦。
佢另一張係咩啫？放佢彈咗上鎖啊！呢個比較難 keep 喎，但係我 go first。如果我 keep 咗，差唔多係識敵人，我覺得。打過去，佢呢隻三，佢呢隻。佢應該攞一隻得，呢隻佢應該唔得。如果佢擋就，佢應該唔擋，我唔信佢，亦都有可能。
個 account 先。I'm not sure. Tell me that.睇佢打唔打咯，佢打曬嘅，手上仲有五張金，如果有曬呢兩張嘅就冇 bird discount， 我哋有機會贏，但係應該都好難。佢驚我有嗰啲咩 death touch。
點解佢唔叫我 discard 咗先嘅？再叫又係冇色。如果冇，呢次有三張嘅開始，同埋有 Scribe Two。看看有什麼殺的，有什麼這個就是後期的蜘蛛，他雖然可能有蜘蛛，希望佢冇加四加四。殺咗好啲，因為我驚佢有啲咩加格咩 ，has proof 啊，咁我殺，我會好麻煩，我寧願唔用 spike。佢又如果有。Snake skin 我覺得好麻煩，我睇佢咁多呢啲可能會有 Snake skin， 落咁多呢啲。一蛋，最好三兩隻蛋，或者打曬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咩新嘢。或者要打曬佢，跟住睇好唔擋，佢唔擋。我諗個 plan 唔得。如果我全部打曬佢，擋死我一隻，擋一隻食咗六個 damage， 跟住佢死，我仲可以掉咗一個 damage， 下下聽我贏，好大機會贏。所以應該打曬，因為我哋目標唔係話保留呢隻嘢，目標只係贏。佢只一三擋佢或者擋佢呢隻都冇所謂，因為只要我有生物係攻擊時候死咗咧，就開咗會 lose one life。
咁佢只要 damage 夠七個 damage， 咁下個 turn 再打埋，再丟三個 damage 出去，理論上輸。除非有咩神獲得生命有啲辦法，如果唔係理論上我就係咁，都唔驚我打曬佢都應該輸。佢而家係四個 damage 加七個啱啱輸。跟住我打曬佢，佢擋到一隻，但係擋唔到兩隻。又是這樣，這個我不記得了，這個第三次記得記得輸贏，這個可以試一下，我有做不知道有做還是不要做，這個值得我做Crippling Fear， 上一個 game 都有嘅，佢係殺嗰只船。佢紅綠冇乜細心。個 circle 我都會打，打呢個博佢揾兩萬好多，因為呢隻比較好嘅。佢而家應該知我有揾兩萬，因為如果唔係我就留低個 banner 上，就會出牌嘅一齊。如果是有其他的是一個名字我其實可以打完，如果當你只有溫暖我有這隻人吹一個 OK， 他不知道有什麼東西這隻怎麼都不會死，這隻 Bird 有機會死，可以打呢隻死，佢應該會擋呢隻，呢隻擋呢隻，咁佢一齊死咯。好難嘅，你唔好假設佢手上有啲咩，你話 Skin 啊嗰啲，你唔好假設。3-4-1。佢有咩你即係睇下點。咁起碼都，起碼呢隻唔想死。有
啲人係咁樣。最 shifter 多嘅。插咗喺呢個要打一打嘅，如果呢個仲可以多加幫嘅，上一隻，中一隻，三隻，上一隻。其實應該殺呢隻，因為我有機會快過佢，同埋我又可以用呢隻殺呢隻，佢食三個 damage 啲，食多三個 damage。如果破咗佢，但係如果殺咗佢下個 turn 丟三個 damage， 佢十，我打得翻十。如果殺呢隻，我就打唔到過去。你唔知佢，你有機會你唔知佢出嚟，可能出咗兩隻，我要如果殺嗰隻，所以我會食住呢個 damage 先，佢殺咗佢後槍打三個 damage 先，或者可能用長矛，我唔知，或者有佢本事啦。咁就～咁我冇所謂嘅，殺呢只，殺呢只，真是焗佢打，佢打我都冇用，我都算了，我張地喎，因為冇用。我將地盡早出到嗰只龍，而家得四個，我三個槍之後都死，都係呢個。都係咁，唔要都算。我盡早出啲嘢嚟逼佢，呢個殺咗佢，逼佢就 Crippling Fear 就可以殺咗嗰只仔。你可以倒多一個 turn， 出多一隻嘢喺度。你 Crippling Fear 殺嗰只，如果唔係呢只就食少多 damage。你可以打多三點，或者佢如果唔出嘢，就算佢跟落去，我都係食多兩點 damage， 冇咩好處。我 damage 之後，我剩翻嘅。殺咗先，殺咗佢。遲啲再諗呢個方法，呢個我諗我都出唔到，我唔相信你出。我寧願要多啲神物先。如果我而家出只細只嘅嘢咧，我就可以用呢個。啲 smoke 太煩。會搞掂。我而家有機會出到。四個 damage， 我
得翻一個槍，都死啊！捱唔到呢只嘢啊！少一個 damage 都好。你見到 Creep 可能輸下嘅手，張嘢 Creep 可能輸下嘅手，睇下其他你睇下你對嗰啲係咪啲細手精嗰啲手嘅張，如果係呢張我唔知落唔落，好似完全冇用嘅張，七個 damage 我都儲唔到七個 damage， 你多張個傷牌。我七個釘，我就操唔到七個命啦，太難搞，係七個命啦，要贏咗我就輸咗。又係咁，呢個唔記得啦。就算有佢，我都唔記得。對手唔學生物，我點算？先識呢個角色。但係如果我有兩張紅色，有機會第三個，第二個第三個，都係黑色的。而家係 witch， 但係有飛行，仲係任何 creature。呢個仲有啲咩？可能有，不一定。可能冇得做。如果 Angel 就其實可以出呢、這個，之後我出呢、這個，逼佢打一打先。出呢個打先。起碼壓一個槍先，
放喺呢度，除非佢想，點放呢度？因為擋啊擋。我聽到係死嘅，咁多大，我搏佢就好像冇嘢。如果有啲咩，我哋就唔知道。如果而家殺咗佢，就可以造成多啲 damage。如果唔係就四點，其實應該咁嘅。你與其 scribe to， 你不如而家直接造成 damage。四，有分。佢可能會一定會殺你殺，或者佢再打曬，加四加四，佢而家有啲嘢，打曬你，如果佢加四加四，我點解死？去如果加四加四，我點都係死。佢個 wording 都算係得，算唔錯。對佢全飛行都差。可能我根本唔應該落，即係七個命令，我就都唔應該落。反而冇落 pick 落個 wings 嗰個 pick 係反而冇用，即係呢張，因為 mana 大嘅，你 wings 係加飛行，飛行難用，係啦，仲重要過係。即係加咩啊？
佢應該唔會，下個廳佢應該唔會打。如果我打咗呢只，佢應該就攞呢只打，或者攞嚟攞。你可能趁佢變咗呢只之後耍俾我。佢應該會流通，啊佢要打，咁我有其他嘢，真勁，搏到咁準，我有張地，佢有其他嘢，佢好威定。即係逼佢打，唔係逼佢打，然之後拖我聽。但 indestructible 嘅話，我就會放得佢紅色。我估應該冇 indestructible 嘅嘢，應該係因為 fortell 嘅。同埋我又唔想做嘅。應該唔使殺佢兩隻殺埋啦，就算 N 前殺一隻 ，N 後再我到我個 turn 再殺一隻都夠。唔係佢而家一定要打，佢有啲嘢搞嘅應該，佢打係咯，果然係。唔將佢做呢個咯。或者去打咯，玩曬我，佢唔想去攞三個先，做呢個打 ，leave the battle。我諗要殺呢只，一一係幾啊嘛？佢打曬我哋都唔會死，寧願冇隻一隻。去打曬呢只，去唔打都冇所謂。打呢只照我。因為佢打曬我都唔會擋，下個廳佢冇得擋。靠你輸了。
我哋已經回本啦。我俾咗10,000個高，我哋已經回本啦，賺翻1,400個 gems， 其他就求其玩得噶啦，都唔使碌噶啦。因為頭先最重要嗰個就係贏咗第四個 win 咧，我係最緊張。咁之後嗰啲咧，我都係亂玩，可能會行錯啊，會做錯好多嘢啊。咁大家盡量唔好學。咁你頭先嗰啲你睇到，你可以分析下邊啲係你覺得係做得好嘅或者唔好嘅。咁遲啲得閒就大家可以嚟我鋪頭開 job 啦。但係最近西環就比較疫情比較嚴重，我可以等一個禮拜之後睇下點咯。如果佢回落咧，我就開翻。多謝大家收睇。